夫人想伤我，跟我说便是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你果真是个疯子。不过你不必虚张声势，我用的是斩玉阁的剧毒，你的功力再深厚，也不过死路一条。斩玉阁李氏见过阁主，阁主夫人。斩玉阁是你的？夫人，你就这点手段吗？你放我下来！你要带我去哪？你这个疯子，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做夫妻之间要做的事。你敢！大婚之夜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想让你长长久久的活着，陪着我，亲眼看着我将那些该死的人一个一个送下地狱。你杀了我，你与皇室的血海深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你如此折辱于我，你不如直接杀了我。我怎么舍得你死？但你若敢自尽的话，我的手段你是见识过的，我会让整个谢家为你陪葬。杀！你去杀！你最好把十万谢家军全都杀了，一个都不要留。你有本事在这里胡思乱想，不如好好回忆一下你的身体何时出现了异样。你少说这些鬼话狂妄，东方醉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挫骨扬灰，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，我让你。好的。那我真是无比期待。疼，疼就好，疼才会牢牢记住。见过国师夫人。夫人，奴婢是受皇后娘娘所派来向您问话的。皇后娘娘，你快回去告诉娘娘，还有太子殿下，国丈是被国师所杀，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确实当着我家夫人的面一箭射杀了国丈大人。还有，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我就行了，不必打扰我夫人。奴婢告退。等等，我记得当日是你打了我夫人一耳光吧？老身是为皇后娘娘。带下去。先是国丈，再是嬷嬷，这国师究竟图谋什么？无论如何，做的事总有证据，一定要拿住他的把柄，告诉太子哥哥。
既是国师夫人，那国师的书房我来转转就可以吧。主上，再不进去的话，夫人恐怕会有危险。你到我书房来干什么？让我猜一猜，你是为了找到我的把柄，是不是？你想知道什么？不必如此大费周折，我全都可以告诉你。好啊，国丈是不是你杀的？你不是亲眼所见吗？你为什么要杀国丈？我杀国丈，是因为我跟皇室有血海深仇。不仅是国丈，皇帝、皇后，还有你的太子哥哥，一个都跑不掉。你滥杀无辜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